瑞佳的歌路也算是以自创一格啊，常常属于一字突出的歌。什么叫一字突出？金金呐，一字三个，有这么难听？有一个字特别明显的。啊，那月的大风台，哎呦，七月的最最在，哎呦，可是哎，也靠在。真的是这次，可是这一次我这次比较不一样，这次的作品跟之前的唱法比较不一样，这比较口语化一些，对，柔软一些。金金呐，过年啊，去了一趟巴厘岛，去了一趟巴厘岛，对，哦，这五天都忙什么？胖了五公斤，嗨哟，手气怎么样？今年还不错，哎，大概赢了差不多10000多块。录影存档还袂过年，因大家都拢已经拢讲出来哈，还有人到巴厘岛去。你发财，飞哥，你发财！我也很难回家给我的孩子。恭喜恭喜恭喜！非常感谢我们董爷五星啊！哎呀，大家都下去有赏。哎，红包几两几两？几两几两吧。哎呀，今天是大年初五啊！是是是，我们这个龙兄虎弟是旧历年第一次跟所有的观众朋友见面，是我们过了年后的第一集播出。这个新春到了，哎，我们得讲一些吉祥话，应个景。哎，俗语说得好，是爆竹一声除旧岁。嗯。大地春回万象新，哎，给您对的好，哎哎哎，习惯了，哎，我想讲吉祥话，并没有叫你接啊，但是我是想说，我讲一对春联啊，你家己讲几副春联呢？哦，安尼啊，这样唔叫你龙兄虎弟，你出顶联，我来对下联啊，哎呦，这么厉害，那不是超短，好不？哎呦哎呦，哦，他们后人讲了没？安尼啊。啊，这请假不简单。如果是这样，嗯，那我们就好好考一下。哎呦，要考一下。我是怕我随便对对出来，您接不上就麻烦。您放马过来。啊，有道是生意兴隆通四海，财源茂盛达三江。哎，你看，哎呦，接还多了些，一定要丢嘛。好好好好好，要五要五要五。来一个。福禄寿三星拱照，桃李杏。桃李杏春风一家，哎呦，想起来了，哎呦，哎，先提示一下你等会儿扬起来，你手一下电波，就是你的模仿白冰冰啊，过来过来，天真岁月人真寿，春满乾坤福满门，哎呦，接着卖怕婆啊，接卖怕婆，哎，接哎。我叫你卖婆婆是为着你，你出几款题目对吧？还有十、二、三十年前，我从小很读小学我都会读。真的这样子啊？这个太扯。那您的意思，来一点艰难度高一点，难度高一点。有啊，你们的动作弯对吧？对对，我们老是看到，就是我们刚刚讲，就是一般人家里面都是。是是，差不多走过一条街，这些对联都常常看的。哦。来点新鲜的吧。那你出题看我们怎么样来对呢？那看叫龙兄虎弟啊。用龙兄虎弟，从哦，可以啊。那您出题，龙兄虎弟真正好。你这是对白话，那不管你下面接，你妈接。好的，你以为我会按照剧本来吗？好好好，好的，让你受不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，你别这么，哎呦，还能押韵啊？是是，押得了韵，有一点东西啊，哎。那如果我龙兄虎弟真正棒呢？啊，这个龙兄虎弟真正棒棒啊，这棒嘛，是这样子哈，棒打鸳鸯两路分。拜托，你得叫狗不来好不？叫你不来洗边暖了啊？你本来要怎样嘛？我是说看这龙兄虎弟这四个字，哎呦，您看您来出题，做成抬头啊，哎，每一个字要分开来。哎呦呦，别等，龙腾虎跃。庆猪年，哎，好，哎，拍谁拍谁拍谁，不错不错，哎呦，这我除了龙兄虎弟还难不倒您了。那当然了，您那对虎啊，这虎，哎，虎落平阳被犬欺，哎，你这是不是骂人吗？你别说公话是告得掉吗？哎，你这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，谁料差不多，这像话吗？啊，这是哪里人？虎啊，虎虎虎生威贺新春，嗨呀，哎，这个对的好，这个对的好，没事，刚才那接屁股啊，那接不出来。阿哥耍来来是，耍来来，兄弟的兄啊，兄友弟恭，子孙贤。哎，好，哎，谢谢谢谢，啊，兄下面接弟啊，弟，弟，
弟是这样子哈，这个弟弟地大物博出状元。嘿，啊，哪里不对啊？啊，哪边不对了？你那个弟是地下的地啊？哦，对对，此此弟跟兄弟是弟弟的弟嘛？啊啊啊！是，是这样子的。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兄友弟恭，子孙贤。弟弟要比哥哥强。好吧，告家底后，除非你还有更好的句子，有没有？要不我别出题了，算特别是好的赢的呀。好，今天还有很多歌手，马上在节目中跟大家拜年拜年拜年，一位一位的介绍。第一对介绍的是曾国城、潘怡静，欢迎他们。王瑞霞，恭喜呀恭喜，发呀发大财，好运当头，坏运嘛又离开，恭喜呀大家，万事都愉快，从今小巷，每个人的嘴里，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恭喜，恭喜恭喜恭喜你呀，恭喜恭喜恭喜。谢谢小狼星星，接下来介绍杨烈、赵永华两位。恭喜！看到各位呢，这个都知道，这个过年那个能够在第一集上到龙兄虎弟的歌手们呢、啊，大家今年一定是大发利市了。哦，哎呀，希望各位今天都有好的彩头。谢谢。看到各位，我也感到半喜半忧啊。为什么？喜的是过年我们大家能相聚在一起啊。忧呢，大家还能够在新春年头呢，就有办法出唱片。这让我觉得行情不错。优的很简单，因为今年的唱片一共听说有120几个歌星出片，那么大家会卖不卖得好，那就自求多福了。可是我觉得其实这样很好，大家都有一个良性的竞争，这样音乐才会越做越好。哦，烈哥呢？哎，我没有出唱片啊。哦，那这就是不容易的，让人感到非常的敬仰。
有大哥，真的有大哥的风范。来，这块过年嘛，过年嘛，应该来热闹热闹，跟大家见见面啊！恭喜恭喜，算恭喜一个秀情的下人呐！啊，其他的我都唔知道有秀情了。这本是秀情，这本我也一样，我也没有出唱片。这位先生是新人，有没有啊？啊，不是小刚啊！哎呀，真是浩劫余生啊！什么话？没想到您还健在，真是让我们一定健在，一定健在。大概有一年多不没看到你了，一年整，一年整，对对，因为最近是在演那个舞台剧，还有帮舞台剧做配乐，这样子，对，所以终于已经沦落到为舞台剧，这不算沦落，真的也不简单呢，那也不容易，对呀，为舞台剧，我是对舞台剧不太了解，舞台剧它是另外一种文化，对不对？嗯，应该是，我想那个是配合肢体的语言，然后说对，那个很难，那个算是艺文活动，对，那是一个很高尚的艺术，是的，因为呢，我跟他一块演这个舞台剧，啊，曾国城先生，对对对，欢迎。那我想这个配乐就随便什么，什么话，因为有曾国城在嘛，那更要认真做。那位侠女士，敢问芳名？恭喜恭喜恭喜！潘怡君，欢迎他，欢迎他，欢迎他，欢迎。潘怡君也出唱片，对啊，不但去年是出国语的，今年出台语的，啊，不错啦，天心啊，大家好，新年快乐，我也没有发片哎，快发了，不过最近是在出写真集，哎呦，他的写真集很有看头，对啊，你怎么知道？开玩笑，她是我女儿，我还不知道，爸，哎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两个关系好乱啊！不，那是在有台嘛，我们演一个家庭伦理大悲剧啊，哦，大喜剧哎，有个邻居叫阿飘的那个是吧？哎，对对对对，阿飘哈，王瑞霞，欢迎他，欢迎。王瑞霞的歌路也算是也自创一格啊，常常属于一字突出的歌曲。什么叫一字突出？金金娜，三个有这么难听，有一个字特别明显的。啊，那月的大风台，哎呦，七月的最最在，哎呦，可是哎，哎，超赞。真的是这次，可是这一次我这次比较不一样，这次的作品跟之前的唱法比较不一样，这是比较口语化一点，对，柔软一点。金金娜，你会这么夸张吗？杨宗宪，欢迎他。大家好，恭喜发财。我是真的不是来打歌的，哎呦，在打人啊？对啊，因为我是，没有，因为我的唱片是去年年底就已经发行了，是，已经发行了。对，这个就是深情可感。嗯，今天已经大年初五了，还在做宣传。今年手气怎么样？没有，我从来不赌的啊。今年第一次看见，手气不错。哇，啊，你过年弄在对？过年啊，去了一趟巴厘岛。去了一趟巴厘岛，对啊，我真是不容易啊，去玩嘛。是啊是啊，你所以你们就是跟他就跟不上，我们就一天脑在麻将桌上，他到巴厘岛去了，这五天都忙什么？胖了5公斤，嗨哟，在家里吃吃喝喝睡睡，好愉快。那把过年的菜说说看有什么？这今年除夕的菜，梅干扣肉啊，梅菜扣肉，梅干扣肉，哇，你这个年夜饭很丰富，红烧牛肉啊，是，然后有那个干贝加那个青豆的那种吉祥如意汤啊，哎呀，不是从食谱上背来的，我是绝不是，这是不容易哦。曾国城是，你初二在哪里啊？我初二啊，回娘家，我今年初二，对，我今年初二在国修家里面。国修家里，然后在国修家里面，因为他老婆去回娘家去了，他一个人就独守空闺。他不跟他老婆回去啊？没有，他就招呼一些朋友在家里，然后大家烤烤肉啊，在家里烤肉，烤肉找孩子来烤肉了，我们在打麻将。哎，这是手气怎么样？今年还不错，大概赢了差不多10000多块钱。哎呀，才赢10000多，啊，理想不高啊，才赢10000多的，打得不大嘛，打得不大。为什么麻将？为什么？潘怡君呢？因为年初二嫁出去的姐姐都要回门嘛，是，带着小孩子啊，跟妈妈，终于这个又可以跟往年一样一家团聚这样。昨天的天气你认为是冷还是热？是冷还是热啊？大年初一好天，不，昨天年初，昨天大年初一，那他这个大概已经睡了4天，睡昏了，是啊，睡了4天啊，忘记的是录影存档阿伯过年。因大家都拢已经拢讲出来哈，还有人到巴厘岛去，太过分了。可是这，
我是真的已经去，我们已经预定好了，真的要去巴厘岛。他讲的反而最准，我真的是要去巴厘岛。他是预定要到巴厘岛，可是我是五号才要走啊，初五以后才走。所以你刚刚你这样就知道我们艺人机智多快，哎，不只要上去，随便你临时要考我们，假装是现场的，我们都要装的。而且飞哥故意的，其实飞哥啊，我们都很配合，你就不应该吐槽，对吧？今天那么吐槽，今天地观众是想要欺骗他，你知道？那我们现在来检讨，刚刚谁讲的最离谱的呢？刚刚谁讲的最离谱？几乎都照事实讲的，几乎。郑国成说他会赢一万块，我看不见真。我没有输一万，看他一脸输相，赢一万块。哎呦，飞哥，你慢点。我也很难回家给我的孩子。那么多，那么多孩子。这个时候拿出来数干什么？这不是开玩笑，这个开工嘛，初五是开工。对对对。这个开工呢，就是开张大吉了。对对。大家能够欢聚一堂，都表示有缘分。我们代表制作单位要发一点红包给各位，沾个喜气。对对对，那这个这都有多少钱我们也不晓得，沾个喜气。不重要，钱不重要。对对，但是不能随便就拿出去了，因为啊，大家得说点吉祥话，观众都觉得哎，的确有掌声，我们才给这红包的，有意思，是是是是，可以可以。我们从杨宗宪先开始，也是从我开始，天真岁月人真愁，那不行，那我刚刚跟费玉清讲过了，讲过了，我的睡袋带来了没有？我想，那我们现在换一个，从天心这边先开始。天心，哎，温暖如人意，啊如缠绵动客心。好，这个好。我要那个大的。哎，杨宗宪想到了吧？我刚才已经讲了啊，还要再讲？你那不是吉祥话，你不要管，你把别人先讲掉再说。光耀九霄能夺目。飞腾一世胜玄珠。把小刚的讲掉了，完了完了。接下来该潘怡君啊，想送一个吉祥话给保险业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好，那您说说看他们。莫愁风云多不测，不愁水火太无情。嗯，不错，横批，横批先赔再说。不是，横批就是要大家要珍惜生命。这个过年你在门口贴两个对联，上面写珍惜生命。那换一个好了，我还小心火车了，我啊，是不是？换一个好了，叫知福惜福。嘿，这就好，这好，这好。谢谢。学问又行，再讲到人改。啊，王瑞霞，我送给我们理发业的。嗨呀，你想想看，这个美容业对我们有多重要？您说的。对呀，光来还没有来上电视之前，弄一个小时，是每个人都要装扮得漂漂亮亮的。你这头发一样要弄一个小时？哎呀，那我这怎么会弄两个多小时？嘿，来，真功夫从头上起，好消息向耳中来。要不横批？横批来一个。头头是道，哎呦，哎呀，哇，这个就厉害，这真的这个大字报都没写，这真的不错，谢谢，有点东西，有点东西。我小刚啊，我要送给这个卖枕头还有席子的，这个也是很重要，这个行业也不错，为什么跟我记得没有关系？啊，他把曾国成的讲掉了，啊，那曾国成看能不能找被子的褥子的，冠兽香云鸭。偏移玉体城，哎，这个很适合，对对对。那横批呢？横批呢就是高枕无忧。好，不错不错啊，发财发财，一套都有一套。哎，烈哥烈哥，哎，您要送什么样行业？哎，我们送给这个烟酒业哈。哎，这个过年过节呢，这个烟酒是不能少的。对对对。那么上联是，呼吸间烟云变化。这个座谈处。稻麦芬芳，鼓励一下，鼓励一下，哎呀，谢谢，艺术节，艺术节。哎，我如果让他先讲，那你的不是被他讲掉了？没有，川东好，工作人员把我的大字报藏起来，他看不到我的大字报。哦，没有，我可以，你站来这边就已经可以跟他们讲，把他藏起来。我们陈，我可以最后讲，很有骨气的，他决定要自己想，有点自己想，因为我真的都被讲掉了，都被讲掉。我最后讲，他先讲，好，那你先讲，好，这样好，好吧。你讲的是什么行业？我讲的是要给铁路局的。哎呀，这过年过节最重要的就是铁路局。没铁路，我们多少有哎，讲得好，讲得好。讲道辟康庄，无往不利。好，车同轨辙，
到处兼宜。好啊，好，嘿呀，仅限给我们啊，典礼局的所有员工，横批，处处送暖。哎呦，处处送暖，来来来来，谢谢，鼓励一下，鼓励一下。今天我们大家这个吉祥话讲得非常好。我们这可能对不起这位施主还没有讲，我是怕你没准备好。可以，我想送给建筑业，五行八卦看风水，良辰吉时定乾坤。这个跟建筑业，五金行好像也可以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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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完全跟建筑完全是这个方正格局的，格局风水坐北朝南都有关系。阴阳宅，而且你这个东西可以说各行各业都是。没有没有，他们开工动土都是要看时辰的。我来给您来一个横批啊，好，你横批，横批，巨用海沙，好吧？好了，恭喜恭喜啊！